郭富城和杨千嬅呢日参加最强人气品牌大奖颁奖礼，仲获颁人气广告天王天后大奖。不过出晒名是爱车之人的成成，就竟然从来冇做过汽车代言人。其实除了汽车广告，身为爸爸的成成对婴儿产品广告都很有兴趣的。那会不会跟女女一起妇女档出镜先？我女女咁细唔好啦，咁我其实都一直好低调，我都希望可以保护一个小朋友嘅成长，咁所以我唔会叫佢出嚟拍嘅，系啊。咁今年嘅圣诞节，千嬅又会带仔仔去边度玩呢？会有啲忙，因为嚟紧咧就会有啲大型嘅音乐 project 要公布，咁咧所以就做准备功夫，但系新年仍然有几日可以陪个仔嘅。因为今年咧我自己都有少少，都有少少娇气嘅，因为全部拍曬戲同拍劇啦，咁但係我好 enjoy 嘅。不過好似係時候又要回歸翻去屋企嗰個崗位同埋音樂上面嘅工作啦。